是这个半切口的裙裙，里面呢一整件的安全裤，来弹性超好。很多人问到安全裤会不会往上，这一款是完全不会的，一整件好好的给你，然后完全不勒，弹性超级超级赞。做了一个长度非常非常安全的裙子的长度，所以身高比较高、身高比较小个人粉丝，这个裤子你都不用担心会不会有走光曝光的问题。我穿起来感觉你们自己看，因为黑色一定是最显瘦，而且我超级喜欢它这一片的裁切，就是让你的腿有一点若有似无，不是整个露出来，而且里面这个安全裤还是棉质的，里面有做那种微刷热的那种磨毛，但是它其实很薄很薄，它其实穿起来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很亲肤，所以这个夏天也可以穿，大马地区绝对可以穿这一件，然后整个腰围这边弹性也做得很好。我觉得这次奶茶色好像很加分，它屁股啊也不会有那种就是很背的感觉，它弹性非常好，穿起来非常的笔直，然后腰围啊肚围都可以，然后奶茶色我觉得可以一路更好搭到春夏更好搭。那这个呢总共有三个颜色给大家选购，就是松紧带啊，或者是它的这个材质，我自己个人都超推。